前，先准备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就要来邀请我们冠军神医的爵士系列代言人。哎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有，稍微等待一下啊。好，那我要介绍他出来了 ，OK 了哈。徐伟宁登场，欢迎。哇，真的是女神降临，也太美丽了。我们也请伟宁来到我们的这个妻子部分的我们正中间，先让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您美丽的身影。来，请先看正前方，正前方有没有看到很轻盈，肌肤非常的透亮水润。待会儿就好好来跟他请教一下。哇哦，这是360/9。好，伟宁，我们的视线帮我们移到到右方好吗？右方有媒体朋友们，还有很多我们众多的品牌大使，要来捕捉您漂亮的身影。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我们的自信以及冠军人生的代表。好，到左方，左方也有很多的媒体朋友们，你们让你们移动太快了吧？两边都很多，谢谢。披外套会不够漂亮吗？要把外套脱掉吗？脱掉。嗯，当然会。哎，你问问题呀、啊。好啊，最近在忙什么啊？最近就接着下来就是《被害者二》的宣传，对，所以后面大家也会蛮常看到我的。前几天我看到有分。就是老公一起参加，跟美凤姐一起参加聚会这样。哦，是上个月的事情了。对，刚好那天是朋友生日，然后对，然后就大家一起很温馨的小聚餐。他会常常要跟老公分隔两地嘛，就工作关系。你说跟先生吗？对啊。不会啊，我们就都在一起啊。对，最近是都是两个人相处的时间比较多。有进步吗？我们就是一直希望还是能够在秋天啦，但是至于哪一年的秋天，现在还真的没办法确定，因为他实在是细节太多了，有太多细项要讨论。那其实我跟先生都是比较那种随遇而安型的，就是比较当下，所以有的时候要真的要详细想一些这种这么细节的计划的时候，是真的有点懒。两个人都在讲之后就那不然就先吃饭好了。对，但是还是希望是秋天啦，希望尽快吧，今年应该来不及了，可能就对。生日吗？也不是，因为我自己我觉得这个季节比较舒服。对，嗯，是因为想要户外的。对，我是喜欢户外的。那长辈会希望说赶快办婚？会，其实我阿姨们都有说，如果要办的话要提前大概半年跟他们讲，因为他们要准备开始减肥。对，今年有可能吗？今年要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。对。我当然是因为平常真的是有在运动嘛，然后我最近这几个月正在重量训练，所以它无形之中我觉得它消耗的卡路里就比之前的运动还要，就是它会加倍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当然吃进去的东西，譬如说我大部分蔬菜会比较多，蔬菜水果，然后肉类的话我只摄取蛋白质比较高的，然后淀粉就吃譬如说马铃薯啊，不是精致淀粉为主。不吃的呢？没有哎，我不太忌口的，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么辛苦工作，偶尔还是要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喂饱吧，想吃什么还是要吃。对，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哇，现在菜单。
我通常我话要讲这么，还是我等一下开个菜单给你。之前那个戏播完，你老公有看吗？啊，有有看看，他非常喜欢，对，然后而且我先生非常喜欢这就是玉婷姐的戏，对，然后他觉得导演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人，然后剧本也非常细腻，当然也是有称赞我演得不错，对，但就如此类的细节就会害羞了，对。有什么称赞的词让你觉得很窝心过？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严格的人，就是如果他有称赞，我就觉得是很窝心了，就对。没有哎，不会，就是他。我通常就是，如果他真的要看，我们彼此欣赏对方的戏剧作品的时候，都是两个人是分开，不会一起看这样。他有说哪一个演员哦，他没有吓到，但因为我那个时候短发的造型的时候都就工作完还是有回家嘛，所以他就知道我当时在拍摄的状态了，所以没有吓到了，但有觉得说哇哦，就是效果是这么好，对。他有最喜欢哪一幕？谁他吗？对啊，哪一个特别跟你讨论说演得那么好？嗯，太多是不是？他没有特别讲，但他很喜欢我跟依晨的对手戏的部分，对，因为他觉得两个人的都在那个角色里面恰如其分，然后互动的火花都非常好，就是倒不是说真的是只有我啦，就是他觉得那个互动的场次他都非常喜欢。嗯，虽然你台上有讲说贺军翔的事情应该方便说，可是你们合作的过程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就是现在就在讲的中我们讲什么，没有没有，他是说没有说开心，对放心，我们不会担心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在工作状态是非常的，我是非常努力的，而且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都对啊，很努力，然后也都会很用心的接收对方的情绪，对，所以在工作的状态里面是觉得这个人是很好，对啊。会开玩笑或什么的吗？我的角色状态没办法跟他开玩笑，对啊，我们因为都是团队，对对，而且实际上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只有对到两三场戏而已，对，其实并不是每天都一起工作的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就保湿很重要吧，然后再来就是让自己的体内环保循环啊，让自己轻盈啊，是确保吃进去的东西它都一定会很顺畅的运作，当然除了这之外还有怎么样让肌肤迅速的可以喝饱水，当然保湿嘛，然后除了我觉得吃进去的东西，这次的冠军声音的它的爵士好美，它里面的那些血粉其实都可以加速你的吸收，那我又是那种就是容易过敏，然后油水有时候会失衡，然后季节更换的时候会也是会肌肤上会有出一些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保养的话，它都可以让我内在跟外在达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。对我来讲就是当然面膜，然后基础的卸妆，就是卸妆要卸得很清洁，然后还有就是补充自己身体里面需要的营养。谢谢。陈琳最近就比较就是有一些网上的负面评论，会觉得很心疼，就是她很努力然后就我觉得对啊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都是希望自己的努力被看到，然后我相信他是会找到那个平衡的方向的人，所以大家一起努力。
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还有其他人有关于品牌或产品的问题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可以就谢谢大家。好了吗？确定？那可以。好，有情绪请关心一下。对这个朋友，对啊，就先不拿出来在台面跟大家，对啊。所以在婚礼前就不会先怀孕。啊，怎么这样？计划是计划，变化是变化，所以就是，对啊，就是像刚刚讲嘛，我们俩就很当下，就是谁知道呢？我惊喜。有讨论，但是都就是只是讨论，对，两个人都目前还没有发条，还没上紧。那就谢谢大家。他想问说你们还有没有在避孕？他想避孕，我们就一直顺其自然啊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聊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让我拍一张美照，今天好美，谢谢。那个，谢谢。我需要雨这些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这叫什么环节？环节呀！对，让后面去拍照，谢谢。感觉好像适合拿一个什么东西的感觉。谢谢。你要转台了，我转台了，我先退下喽。女神，请转台。可能还没有问吧。哎，所以消费没有了。什么？不是吧？